在三局下半，阳春炮让现在战局回到了2-2的平手。周思齐抓第一球拉到右半边落地，形成了安打，这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边。周思齐这两天击球的状况实在太好啊，两天以来第三支的二垒安打。这一球抓第一球，中左外也平飞落地的安打出现。周思齐现在被三垒指导教练挡在了三垒之前，许继宏要往二垒走。哇，结果外野手是想要往本垒传啊，结果这让许继宏趁传可以上到二垒哦。这个内角球继续出棒，一个小飞球在内野弹地了，但是三垒上的跑者没有动了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出局数，跑者仍然停留在二三垒。这球确实有点尴尬哦，对跑者的判断来讲，唯有得分的机会就是落地之后弹得比较偏了，但后续李凯威处理得很好，南摩要来拼了，绝对没有问题了。但是李凯威后续的补位，包括投手到一垒的配合，这个内角球打在了二垒方向，二垒手李凯威传往一垒完成了刺杀，三垒上的周思齐回来得分。这个内野滚地球带有一分打点，中信兄弟目前取得超前分，3-2战时领先味全龙。